来这位人上台表演，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新陌生》，表演者靳鹤兰、周鹤松，掌声欢迎。谢谢您啊，谢谢大家伙热情的掌声，谢谢您各位啊，谢谢。随着这个掌声稀稀拉拉的放来，各自各位，谢谢各位吧，这是对演员的一种支持与鼓励。对，刚才那二位啊也相当的优秀，说的非常的搞笑。由春山老师、冯玉才老师，哎，合作表演人家这个春山叔啊自己创作的一个节目，哎，这叫一个节目，感觉这样子就。没有听啊，这个节目非常搞笑，光顾着笑了。韵调诗，对，哎，文化性很高的一个段子。说实在话，人家这个春山叔创作能力真强，哎，写现象很棒，能写能创作真好，创作好了搬到舞台当中给大伙呈现一下，对，台底下下了不少功夫，翻阅了好多的古诗集，嗯，哎，那些书籍啊，去找这些好多的是人物内容，引经据典，这很了不起。证明人家付出了很多的功夫，对，对，你要真说凭人家的个人学历、文化知识去创作，你不成。嗯，因为好多的老的艺人，都说老艺人了，年轻的艺人都算在内，没这么高的学历，学问都偏低一些。一般来说，学历高点的，中专毕业，对，初中毕业，小学毕业，小学毕业，小学都没有念的。幼稳，这个幼稳，幼儿园本科，都是这文化。你要相比这方面，我在这个后台来说，我还算高学历。哦，您学历还高了一点，你跟个在座的朋友比不了。哦，在座朋友保不齐的哪个大学毕业的，大一般好的还名牌大学，对吧？你这985呀、211啊，甚至还有那个硕士生、博士生，对吧？有的是。我要在这后台来说很高的中专毕业，现在还有这个学历吗？那学历怎么没有了？啊，有，很好，中专生毕业了，很优秀。那这除中专再不毕业就是夭折了吧？这您不容易，花了不少钱上一中专毕业了，我太厉害。在这后排，高学历称王称霸，哎呀，哎，在这很难可以啊，走出去不行，走出去也没人跟你比呀、啊，我也不跟他们比呀、啊，谁出门了没事还聊学历问题？对，在后台也没人聊，我跟他们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人家不爱跟你聊天啊。拿学术碾压他们和嘲笑他们啊！哎呀，你要乐意聊，那就好好聊。跟你聊了吗？就在那儿冷嘲热讽。什么叫冷嘲热讽啊？哎，我冷笑就要哈哈。我笑话干嘛？我学一个中专我就乐了，我怎么这么没听过包袱的我？瞧不起我？那这我没有什么瞧得起你瞧不起，怕得不上我。没有那个意思，我觉得你挺厉害的，发型多帅、啊，这是嘛反脆什么的。你什么年龄？大哥。比我厉害了一点点。哎呀，小鬼，继续努力吧。继续努力，我还大哥呢。大专也没有厉害到哪里，我还得继续学习了。哎，大专无非呢比我多上了那么三年学，比你多上了两年。为什么是两年？你毕业了吗？没有，大专就是两年。哪儿的大专两年？我们这个大专就两年，不可能三年。两年，哪有两年的大专？我们这个大专就两年。你什么大专两年？是不是有两年就学完就走那种一脚蹬？这还有两年的大专吗？野鸡大专呀？不都野鸡大学吗？对对，就是那种。
就命令垃圾。我不能问垃圾，那算什么呀？垃圾。不是，就是那种两年的学校不上完了，两年挺好，然后给你小本一带，好，成功了，走上社会吧，自个儿想干什么就选干点什么去。你在学校毕业以后出门了，自己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去。人家你在学校里学那个知识，不是包分配吗？这个专科，但现在专科、本科你分配吗？本科有更好的选择呀。对呀，你现在硕士、研究生那都不分配了，现在还有分配呢。你要说分配，上世纪90年代中专管分配。对那个年代你还挺了解。对呀，现在早就没有分配了。没有。我以为我那个大专毕业以后呢，有地儿可以分配一下，有这个工作工厂。没有。你可以上班去了。我是想去，人工厂也不要啊。流水线工厂又不用你。对呀，那流水线这个不用，我这学历也能去。我这、那个不需要学历吗？不需要。我不是技术工种吗？对，你也分什么技术？你看做什么？你要流水线上，比如说有流水流不来那个面条，你就加了吃了就行了。你要流不来导弹，花钱吧这个。那流不进导弹的，赶紧撒手，这别见了，那老想喽这个。因为我学的，你看我对口的专业，我就学的是相声，学的相声，说相声了。哎，对了，耶，专业对口哦，这这是可以啊，专业对口。对，我用我们那当时的话讲，我们叫科班儿，科班儿好啊，就是专门干这个，打小在学校里学的就是这个专业，就是这个学校专门为这个行业培养的人才。哎，可以这么理解，看这个放到社会上了得吗？你要像你，像你比如你去不了工厂啊，不是你是什么？对这个专业会计，哦，这其实也算不错的是吧？也算可以的。对，会计员就是一般来说，就是有的那个人呢，就是自己啊不乐意码字儿，用嘴去说。对，那你拿电脑来给敲打记录下来，是这意思吧？会计员就这种反应，就像一只傻犬一样。这叫什么会算账的呀？算账的，那你算账，拿个算盘，拿个计算器，那不叫会计吗？会计，电脑，现在我们都是电脑了，电脑，这是这电脑啊，电脑给那下。我是知道电脑跟学历有关系吗？也能玩那扑克牌，一张摞一张那扑克，那俩球那个有俩棍的那嘣嘣嘣嘣嘣嘣嘣。打那个球，你这还是 Windows 2000的系统呢？这老会计，会计越老越吃香。那老会计没有用电脑的，老会计都我们老会计就用老电脑。外行，不是人家有那个珠算吗？珠算那是珠算的，我们是人。说的话你就骂街人，人我们人算，人在哪算？是人，对呀，不是你们珠算不是技巧吗？这谁有个名词吗？真没算，珠算，人算，人算，对呀，你拿人拿什么算的？不得拿算盘算吗？还现在还拿算盘？你拿算盘算，那要手机干什么？你把手机拿出来呀、那个计算器点开了，什么都有了，还要你不干嘛呢？算呀，那你把账搁那，把手机扔哪儿来？你们俩弄。能弄出来吗？你要都这么简单了，那还要你们学这个专业干嘛呢？学完了算呢，你得知道这个跟这个，你得算呀，给人算，人家雇人雇你就干这个，你看你干嘛来了？我不学这个专业，我不也行吗？你给我一个本儿，我把这个数给它叠一块算下来，不也行吗？对呀、那你们的优越点在哪呢？优越点就是浪费两年时间。这真是人家多余吗？往这入社会两年，这变化好大的。你就不如直接步入社会，对呀、直接参加工作，对，少挣两年钱，可不嘛，浪费两年的光阴，直接让你步入社会了，哎，进入德云社这种相声团体了，你就更好了。哎呦，谢谢，就认识你也喜欢你，可能更多，不用，对你来说那就是耽误青春，对吧？你要早步入社会一些，基础打得更扎实。环境来说呢，你的艺术能力更高一些，更多姑娘喜欢你，连带着我都跟林文山这多破合，真是这样。那我谢谢你，对吧？你现在你晚步入社会两年，耽误两年大好的时光，咱们再来德云社了，
好多人家来的早的，现在人家都走向成功了。对，咱们没有赶上那波儿。没事，咱们再耗几年，咱们不就老了吗？不是老了就管用，那应该是怎么管用？你老了，你还有名气才行。对，这不等着呢吗？等什么呢？名气，名气是自己争取来的。都自己争取来的，只是说他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，对吧？你比如德云社很大的招牌，现在好多朋友对这个团体来说慕名而来，捧的就是德云社这块金字招牌。哎，德云社一卖票就爆满。对了，一票难求，起码坐满，真是。而且好多的明星大腕，你像我们德云五队来说，那大明星好久没出过外地了，刘春山。30年前的大明星，谁呀？谁大明星？烧饼，烧饼今天来了。你装什么孙子？烧饼来长春说相声了，真是话。一会儿不光观众要听，我也要听，我也听。跟你烧饼好我赢。哎，明星是现在人家现在也演出少。哎呦，现在几乎不说相声了。哎，偶尔的小剧场演几场。对，经常拍电影上综艺。对了，就挣些大钱的了。对，包括师傅郭老师，郭老师，人家挣的更多。当然说，人家能力高，所以挣得多。哎，那财呀，就是财呀。咱们就打工。哎，咱们就是在这儿说说相声，就是打工。对。对吗？大家伙以为我们的演员能挣多少多少钱，跟我们没关系。大家伙花的那些钱，最终都得进我师傅的裤裆里边。弄点钱，他哪往哪塞呀？对，都得他拿走。然后呢，人家打造更好德云社，人家天天自己给自己也得宣传。为什么要上这个各种的这个综艺呀、啊、节目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于德云社来说，这是最好的宣传手段，这是一种曝光度啊。可以这么说，我说对了。对不对？现在好多人，有些自媒体想让自己火起来怎么办？也得宣传。对，你必须得上自媒体，你得宣传包装自己呀，打广告。你必须得 QQ 空间你得发呀，你得出黄钻呀，必须得包装自己。你活在20年前吗？你这生活是不是还得偷菜呢？你几十年前你不也出黄钻了？你不出黄钻那行吗？那不是，你现在谁用 QQ 空间呢？ QQ 你得装扮自己特别帅的那种。对，你得给你那个游戏号的充钱，进舞团、进乐团、QQ 飞车，你这都得充。你老刷马克了。现在不都是抖音吗？对，这抖音你得充黄钻。你抖音有黄钻吗？抖音快手，我一开始发直播，对，直播先放一边，聊那个聊不得，先得靠那个发那个小视频，对，积累这个人脉，哎，必须得有人知道，哎，这个人非常有意思，哎，对对对，天天发，得发那些有意义性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意思？这人叫什么？你看，哦，郭鹤松。你叫朱鹤松行，但朱鹤松发的那个抖音不一定有意义性，你得发那好玩的、有故事性的。哎，发出去了，大伙点赞、点完赞了，哎，你慢慢知名度就上来了，非常的棒。这就算一个营销的手段，还真是。无形当中算一种广告的宣传方式，对吧？你包括德云社灞桥挑袍，每天开场前都得放这个，就必须得放这灞桥挑袍。这也算宣传的手段。哎，这一听这个呀，就感觉来到了德云社剧场。对，当然说现在有高科技产品的，有这个靠这个高科技的宣传手法。你要过去老年间，他没有这种方式，但是人家也得做广告，也得宣传呀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靠智慧。还有一些什么呢？广告的方式，肉嗓子吆喝。哦，吆喝叫卖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哇，各行各业的过去，你比如卖菜的，不用现在呀，摆一个摊儿都铺好了，您过来到那买去。过去哪有好条件呢？不是这样，卖菜的南湖人民挑着扁担，前后箩筐装着几十样的青菜，走大街串小巷。那你得模仿模仿，不要是学学过去卖菜的。来来，香菜。
怎么样？太棒了，香菜，很香的那种菜，香菜，怎么样？俩香菜，我们想要别的菜，听着呢，还想要别的菜，香菜辣青椒嘞，沟通南京菜嘞，扁豆西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鸡，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点儿嘞，香椿嘞色儿嘞，好酒菜。如痴如醉啊，诗景当中的交响乐绕梁三日不出悦耳啊，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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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发人方式跟我不一样，真是，这就是长春的多面狗，厉害，就是很厉害，对，就是卖菜的都得这样，非常的沁人心脾，嗓音嘹亮，话好好话，对不对？高喊，走大街串小巷，这一嗓子出去，真是绕梁三日，真好，真好。对不对？这你看过去这种穷苦人民吧，啊，算一种智慧结晶吧，他们的流，这就一种广告的宣传方式，嗯，包括天津。天津也有，天津有什么呢？天津有个卖药糖的，哦，卖那个药糖，就那个药里那个药里边有糖，就是一种啊治嗓子的药。哦，就是那个糖一吃完了嗓子，哎，这个哎就是滋润嗓，哎，就是他一吃完这嗓子就是那个劲儿的，哪个劲儿？劲儿就舒服了许多。哎，可以，各式各样、各种颜色的、各种口味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药糖的也吆喝，吆喝也好听。自己有那个小匣子，嗯，这个破匣子，拿这个匣子，这不拿好了，对对对，端着的，也是手走出去，对，拿着那拍手卖，嗯，买药汤嘞，谁来买我的药汤嘞？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丹，买地买我的炒地烧啊，买药汤的有来了啊，吃的满分啊，扔的满分啊，橘子薄荷冒凉气儿，吐蒜水啊，大宝根儿，吃的我的药汤都管事儿，小子不卖，大子一块。哎呀，悠悠扬扬，你找不到词语来形容你吗？只能用一句英语来鼓励你呀、啊。怎么说的？ Good morning, teacher 太棒了，干三卷的油。哎呀，这也是听完了，听完这个啊。哎呀，真是怎么说这？哎呀，心里哎呦！你要没有话可以不说啊，别这么多感叹语啊！我真是心里可缺爱呀。就你说，过去的人们都这样，好听啊。其实现在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继承下来。咱们还在卖药糖，我不一定非得卖药糖，不卖药糖了。你看现在也有好多这种宣传方式，其实千篇一律。对。千篇一律，不像过去那种方式这么优美，没有那种感觉了。哎，对了，又有旋律，又有一个好的词儿，还能介绍出来的。对对对，方式其实可以采纳去借鉴。嗯，比如哪怕有一天咱们真说相声不干了，不说相声了，干一点小买卖，干什么呀？卖点东西。哦，对不对？可以运用这种方式。比如有一天，咱我干个买卖，能干一什么呀？卖点服装，倒动服装，卖点衣服呗。对吧？你这个东西它过不了时，对吧？你肯定是必需品，必须要穿衣服啊！不废话，这不你说的必需品？对，你没有光腚现在出门的呀？对吧？你就是必须得穿衣服，卖哪种类型的？哪种类型？对吧？男装也好，女装也好，对吧？比如卖裤子，我专门卖裤子大王。哎，卖裤子，裤子啊，有那个男女同款那种的，啊，男女都能穿的裤子，都能穿。牛仔裤，牛仔裤，专门卖牛仔裤。哎，就卖这种，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。哎，这位怎么破杀了？会赔钱。牛仔裤怎么会赔钱？因为现在很少有牛仔了。
这城市就牛仔裤必须牛仔穿，宰牛的也能穿呀、啊。那么就很少了，现在我没有想到这裤子变特殊行业了，不常见，什么人穿牛仔裤？什么人都能穿牛仔裤？对呀、啊。我现在我很准包不透。对了、啊，什么人都能穿牛仔裤，想穿就穿，多新鲜呢！对呀、啊，别着急，穿。不光你穿，我也穿。你怎么的？牛仔裤这都不犯奶的衣服，穿。现在人们穿搭自由，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。哎，我们就是牛仔，但是我们很忙，对吗？看你是挺忙的。哎，就你人是穿搭自由，你穿大褂出门。哎，可以、啊，可以吧？上面大褂，下面牛仔裤。怎么了？可以啊。对，我不穿大褂，穿牛仔裤啊。我穿大褂，不穿牛仔裤，可以。不都不行吗？都可以。那你就算你老爷们，你穿一 JK 裙出去，别人也不多说啥。可以。就你来个 JK 裙，白丝袜，对，裤耳朵，你都行，你穿着。人家就多看你两眼，因为他不是变态。不会如此吗？对对对，更厉害，就卖牛仔裤。对，因为打由牛仔裤那年起到今天，它来说不过时。你说这牛仔多厉害，不过时，没被时代抛弃。对，每年都有不同的款式。嗯，哎，就卖这个，就卖这个。好，哎，做一个广告，弄点小宣传。嗯，比如找一点当下比较火的曲子。哦，然后往里套词儿，哎，编点新词儿进去。哦，找一个曲子自己套词儿往里灌。对，我明白您这意思了。您了解了，这叫新皮儿装旧酒。为什么要装旧酒呢？那不有老的有新的吗？新皮儿装旧酒，一扒开瓣儿，好香啊！好香、啊。还有记住方式，那个词儿不用脑袋，哦、词儿也得是新的。对对对，新皮儿装新酒，那就是新的。对，对，用这种方式。比如我天天刷着这些这个 APP， 哦，抖音也好，快手也好啊，好多的流行曲子我烂熟于心。那您选一个比较潮流的，那当然必须的，哪首呀？哎，讲一个当下最火的啊，《纤夫的爱》。这歌真是特别火，这首歌选的真是老的那么可爱。真是纤夫的爱，现在广场舞都不用这个曲儿了。广场舞用什么呀？太老了，这个曲儿。不是这个曲儿，它深入人心。哦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多大岁数多小岁都听过这个旋律。对呀，年轻人也了解，老人们更了解更熟悉呢。在脑海里那个劲儿的，把这个熟悉了解。对了，咱就用这个曲子，装一点新词儿。太好了，行吗？没问题。你得帮着我一块儿来，我帮你一块儿卖裤子，咱俩用自己的方式推销咱们的裤子，太好了，争取得卖出去，太好了，好吗？好，把这拿出来，开始，现在去，这就是牛仔裤，走，他还挺着急啊，这就是牛仔裤了，我来上句，您学着我来啊，看这条牛仔裤，看这条牛仔裤。你是个复读机呀、啊！我声音还比你大啊！大不么地的吗？我对于卖牛仔裤这个事情充满了信心。不是，你不能大呀！你不主要大的问题，你不能学我呀！你对吧？你这来个复读可不行。我是上句，你得有腰，我的下句。来个下句吗？看这条牛仔裤，看这条牛仔裤啊！看这条牛仔裤，看这条牛仔裤，看看看。这是个下句吗？就这么一句话来回来去叫唤吗？那应该的。牛仔裤咱们是为了推销它，咱们得给咱们说出咱们裤子为什么好，人家为什么买呀、啊、哦，明白了，还变点新词儿。对了，这么多家卖裤子，人凭什么就买咱们的呀？新皮装新酒嘛。还有明白的看，看那条牛仔裤，这就是外国的布啊。哎，这就好说了，外国的布，进口的了，好不好？进口的，哎，
真正是外国母，生长在净月潭。你觉得好听吗？好，怎么不好听啊？真正是外国母，生长在净月潭，都不合辙。净月潭，再说了，净月潭，净月潭在哪儿啊？净月潭，净月吗？长春，对，净月潭好啊，那不外国吗？不对，旁边就看你给这块画出去了。那里多么美呀、啊，还有大老虎，那不就是个动物园吗？那个，不就远一点吗？你都说了是国外的，好、哦，真正是外国部，生产在外蒙古。您别解释，快，还真挺好的，那块牛仔多吗？对，多呀，牛子也不少啊。对呀、啊。外蒙多好的地方，你得去点时尚的地儿。时尚？对呀，你得看这个东西，因为一听这个地方，人就觉得好。哎呦，这地儿就太美了。哎呀，哦，真正是外国不生产在纽约。哪儿啊？纽约。纽约。纽约呀。那是纽约吗？纽约。你说纽约呀？不行，你得纽约，这样显得非常的安逸分大象吗？显得非常的安逸分开始开始开始非常的开始你会的词还挺多的，哎呦，我学杂了。哎呦，我可是老纽约了，那你是老纽交人。我上纽约那阵儿，你真是，哎呦，我上纽约那阵儿，那真是全羊泉还五毛一边了。全羊泉是什么？矿泉水。但是我们上纽约就喝那个。这是哪儿矿泉水？就矿泉水，纽约的。外行，你看这反正我也就没去过，你知道吗？纽约矿泉水全羊泉，对，国外的矿泉水中文名吗？对，我给你翻译过来的。我说艾弗森，你一脸懵懵，那个什么？哦，那是全羊泉，它是英文怎么说呀？全羊泉。你没听过？你要不这么说，我都信了。全羊泉大的水，外国人都说话了。真正是外国母，生产在纽约。别的，您说多少钱？您就给15000吧。我干嘛呀？抢劫呀？15000美金。我15000美金，我卖房卖裤子，卖我都不那么值钱的。15000是美金，可能吗？15000美金买咱们这裤子，可不吗？我说能是美金吗？肯定不能是。英镑。我不如说金马嘴里。英国的冰棒。就是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只卖一冰棍儿，咱出口转内销啊。拿这裤子放冰棍儿里面，那15000先放冰棍儿。一条裤一样，现在冰棍儿，不是这个价格，我觉得有点贵，老百姓接受不了。便宜点，便宜点。好，您说多少钱？您就给15000吧。现在说还1分5，1分5，那五怎么拿呀？1分5就是人家给你2分，1分5。笑啊！这个价是不是稍微有些低了？又有点便宜了。对呀，嗯，你再涨一点，适中一点。好。您是问多少钱？您就给1500吧。行吧，1500好不好？现在反正有钱人家的那个，对，年轻人反正也能接受1500。您说多少钱？您就给1500吧。我要是穿上了它，后边就露屁股。卖什么呢？卖什么呢？我卖一围裙。这是不是挡脸呀、啊？这个，不知道我试试。
咱一条裤子，我穿上我后头露屁股，我这裤子一半一半，这穿不上啊，这个。你这是穿不上啊、嗯，但它是条裤子，你就穿上。明白了，这作比成样，就好比它是一条牛仔裤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不能脱，我露屁股呀，我这个。明白了。露着屁股是这大门脸，别让人笑话。我要是穿上了它，合适的又舒服啊！哎，这行，合适又舒服，这点好啊，好不好？后边各式人群穿上的好处到底要什么人都能穿，都穿上各位好不好？好，前面还记得吗？记得呀，大伙来一回。哎，看这条牛仔裤，真的是外国的布啊，真正是外国布，生产在纽约。你认为多少钱？您就给1500吧。我要是穿上它，合适的又舒服啊。老头要穿上它，脸上个不扎糊啊。老头要穿上它，脸上个红扑扑啊。小姑娘穿上它，能找着好媳妇啊。小姑娘穿上它，能找着好丈夫啊。小姑娘穿上它，后面就露屁股了。